但哦，关关，这是关吗？对，定个地利。Hello， 大家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在宿舍直播，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好，等大家都进来哟。今天也是礼拜一的晚上七点半，晚上七点半整，很开心。我有五万热度吗？个十百千万，好像没有，怎么会这样？大家整点。Hello， 晚安，剪刘海没有啊？没有剪刘海呀、啊？没有剪刘海，没有剪刘海啊？大家好，大家好，我们也放音乐啊。瑞婷还在，瑞婷这瑞婷不在，瑞婷不在。等一下你要走是不是？卡丘，卡丘是不是要走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吗？可以看我，刚开来的不是准点开，好像有哦，没有没有。这刘海好可爱，谢谢谢谢彼岸。这北京这背景是宿舍，我今天在宿舍开。Hello， 柏林，你刚刚好像挑瑞婷，哎，真的吗？瑞婷是瑞婷是。大家好，我是罗瑞婷，就是要扒着你。你再看一下，很棒。旁边是妈妈，没有，我在宿舍。谢谢新哥的真情告白。柏林晚安，晚安，晚安，大家晚安。Miso 不是乐乐科，你好，你好。瑞跳声音不是很低吗？瑞跳声音不是很低。好的，谢谢彼岸的心之冠。跟卡丘的海鸥，跟两光的真情告白，谢谢，谢谢汤姆的海鸥，跟 Nash 的海鸥。对啊，我今天在宿舍，因为我今天早上去跟我姐看电影。谢谢 Nash 的海鸥，佩佩你好，哇，轻音乐。谢谢你挥手海鸥，那就没对，没有瑞婷好吗？好的，我来了。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进 TV。 我是王一佳，我是刘小青，我是柏林。今天除了我的直播之外，我也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就是来自我们香港的小太阳刘小青。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大家。我是来自香港的刘小青，可以叫我小青，请大家多多指教。你好，小青。那第二位呢，就是我们来自台北的巴拉柏林。大家好，我是柏林，我来自台北，你们可以叫我林，有没有简称？谢谢大家，非常荣幸第一次来到这个宿舍，充满了爱、和平、美丽的设计，对，简单简约的柜子，好像回到了自己家，就能摆脱我们的庸俗。这声音好故意，什么很故意？是杰星吗？不是杰星啊！不就跟你讲，小天跟柏林，你知道怎样？不是，哎呀，不是，就是就小天跟柏林，什么蟑螂？什么蟑螂？什么？哎，是说昨天在厨房有蟑螂？是假的？什么时候？那个。昨天晚上什么时候？我怎么都不知道。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你的小妹跟冰雪在里面杀蟑螂。我在干什么？你在房间里面了吧？对，应该是这样。在房间里面在干嘛？为什么？哎，什么时候？啊？我昨天就走在外面。哎，对，什么时候？还是前天？啊，不重要啊，蟑螂不重要。我觉得应该是前天。我跟柏林在玩 Switch 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我不记得。谢谢林果果的初心回家，谢谢，真的很谢谢大家，就是能够在晚上七点半的时候来到我的台，然后给我一些礼物，然后陪伴我聊天，让我成长，真的很谢谢大家。我也很开心能够来到王一佳的星期二的直播台，那真的很开心，第一次。对，柏林有什么想讲的？可恶，你为什么要吃东西？说好的，嘴巴里还有点东西得吃。谢谢糖果，吐槽我。吐槽你，你那个很棒，今天是星期一。好吧，最好的话。你看你最好梗了。
烦哦，我觉得不行了。第二次就稍微讲拉比，不好笑，不好笑。大家听我说，我们刚刚就是开台之前呢、啊，我们有聊一下，就是刚刚那个节奏，然后真的超级好笑的。可是第二次就没用了，我很想要把这个东西录下来让大家听一下，但是没办法，第二次就呈现不出来。第一次真的是非常自然的发生，难过对吧？真是。谢谢浪野挥手的小鸟串，是什么？谢谢草莓酱的掌声鼓励跟 love you 的标题是要聊，天天都需要你爱，因为有点大声，真的吗？你关小声音。那我们就对，因为怕大家听不太到音乐会有点尴尬。对，你好你好，阿华娃娃，这个饶舌，这个饶舌，哟，世界那么大。可以问一下创作人的版权吗？你好，不好意思，可以，可以吗？可以吗？嗯，我有歌词。你有歌词吗？那我们就可以现场唱。来写一下。旁边，喂，天天 boy 比较晚来一点，那再跟你介绍一次。旁边位在我右边的这一位，就是来自右边啊。像没有，你是右边，你是右前方。位在我右边这一位是来自香港的小太阳刘小晴，然后在我右前方这一位呢，就是来自台北的柏林教主，对，旁边是教主，这么好，谢谢，谢谢。对，今天聊天天都需要你爱，旁边声音太怪了，不习惯而已啦。我们今天是走一个，我一直都是这样，我真的不太懂，我一直都是这种声音。其实我们一直在伪装自己，我想要做我自己。我们一直在伪装自己，我们的原本的声音其实就是这样。让我做自己，对吧，熊妹？勇敢做自己，大家知道吗？熊妹，晚上好，青蛙。一香港没有。今天主题是你，天天 boy， 天天需要谁爱？天天。天天我需要被天天爱，谢谢 Ben 的粮草运输跟阿爸的眼睛也长肉，导导导导开车小心，导导开车小心哦。看看这个吗？谢谢打杂的的海鸥，不知道，不知道，很近，我不能看，我不能看，未满十八，未满十八，没有啦，不要抹黑我们，我们没有干嘛。天天为什么天天很派？怎么可以这样讲天天？天天很棒哎。天天需要一家的爱，真的吗？讲话鼻音很重，没有，就是这样。晚上好，志宏，我今天只有13岁吗？这告白好可怕，心动了吗？天天有没有一种心动的感觉？谢谢 Miso 不是乐乐克的 Love You， 有谁在？小晴跟柏林，谢谢打杂的粮草运输，谢谢 Miso 的 Love You， 谢谢 李伟 ，Hello。Hello， 你好。我跟你们说，我觉得是水肿，我觉得还很肉感。对，这里还好，但感觉我跟你们说，我今天早上什么？觉得有人要剪影片，说天天都需要你爱吗？天天 boy 很爱你是傲娇的点，太刺激了，是这样吗？柏林有变生气吗？没有，没有，没有。意匠，从这确实就这样，哪样？我怎样？就是啊，我今天早上去看了《妖怪手表永远的朋友》的电影，谢谢笨的海鸥跟姐姐一起。然后我跟你们说超夸张的，就是谢谢两光的星之冠，这样很强，哈哈哈哈哈。新电影，对啊，我跟你们说，可能因为它票房有点差，所以它一天只有一场。就是早上场，而且超夸张的，就是因为不是会有一些电影网，就是不是电影院的官网，电影网。然后我姐就查了那个时刻表，反正是10:20。可是因为我不知道从宿舍到那个电影院要多久，所以我就估了2小时前出发。太早。对啊，然后结果我到那里的时候，因为他那里写10:20，然后我到那里的时候只有9:30。然后呢，我就进去想说先买票。谢谢安娜，安娜生日快乐！谢谢安娜的 love you， 跟两光的 love you。我不知道多久啊，然后到那里只有9:30，结果看到他卖票写9:45，然后就9:45，然后是那个电影网写错，电影网真的有点雷。
还好我有提早到，也不觉得我很厉害。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在。然后我就马上call我姐说：“你现在在哪？赶快过来。”然后我姐就是开播大概十几分钟才赶到这里。我真的觉得我很厉害，不觉得我很厉害吗？一种未预知的能力。这台有毒，哪有？观众没有，我跟你们讲，观众只有我跟我姐，早场直接包哎、欸，没有，没有什么用。而且听说他有些电影院的票房就是一家跳不完，就是因为不太好，所以只用了四天，然后就下档了。姐姐开播什么节？对啊，两人包场的，我就跟，因为我姐现在在学配音，然后。我姐就说，那个配音老师说要尽量学电、就是要学一些配音员的语气、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里面说 everyone， 我们就一直学他讲话，然后就超嗨，真的好编，对啊，对别人家电影院，因为是因为你，咖啡店一家跳舞，你直接在里面跳嘛，可是那其实是会看哭。好，我讲完了，来，你来试一下，示范一下给观众。来了，要看一下后面应该要什么？这是那个。恋爱幸运饼干的 rap， 后面是好想见你。要要掉，要。Give me a bit， give me a bit， give me a bit。哦，世界那么大，眼里只有你。为什么你对我不睬也不理？哦，总感觉空气也越来越拥挤，一定是因为你。咖啡店里重重复复播放的歌曲，一句两句都在说说我们的相遇。挥动手臂，想要摆脱脑海中的你。Oh,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只想告诉你，音乐节里恋爱饼干，这世界上有太多太多复杂的谜底。嗯，我觉得前面还不错。对啊，这世界上有太多太多复杂的谜底。后面是不完成，但是。Oh yeah， 帅气版。刘晓晴作词作曲，谢谢。谢谢两光的作词，曲不是我作词做节奏，谢谢耶，谢谢浪里的挥手，老声音乐伴，切耳朵，来自音乐伴，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幸运则里恋爱饼干，这世界有着太多太多。幸运则里恋爱饼干 ，s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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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道上一定会有好运降临。哦，恋爱则里幸运饼干，明天自己一定比今天了不起。say hey。雨中采访它的美丽，每一次的相遇都会有它存在意义。强烈的预感是我们最后一定可以在一起。这可以用，这用很久，很好笑。啊，我觉得还不错。谢谢阿爸的掌声鼓励。我记得我有想，对，有想，可是没有出来。谢谢切尔东的蓝山元宝。是呀。想要的幸运。想要的幸运。I want you。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怎么认识？每当 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我做了一首随便来的歌。什么？随便来。 I want you, baby。 随便来。随便来。柏林有听过随便来吗？随便来。哦，没有。我为他做了一首完整的歌。嗨嗨，台湾歌。对，我为他做了一首。我唱给你们听。好啊，等一下哦。好啊。小时候老师教我俗语，船到桥头自然直，长大后才发现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有太多太多要去追求，有太多时刻失去自我，就现在放下执着，和我说随便啦，随便啦，随便啦，对，就这样，谢谢，谢谢，谢谢韩粉的老金鱼，跟打杂的蓝色月棒跟志宏掌声鼓励，这是十一，谢谢打杂掌声鼓励，感谢哥掌声鼓励，好听吗？还不错，哎。可是这是很久以前的吧？对啊，现在在翻我旧资料。对，我现在在整理我的站位表。站位表，不行，下次天使的完整版，天使的完整版。好，天使的完整版，这是阿爸的掌声鼓励，不错，不错吧？什么？我还是唱饼干就好，我觉得明明就不错，你就不错。谢谢 Ben 的掌声鼓励，不争气的笑，哎，明明就这是一首很正经的歌，你们知道吗？
谢谢 Miso 的看好你哦，和阿娜的掌声鼓励，感谢。你不该，为什么？为什么？赞吧，赞吧！天使的完整版，我还是要看歌词。天使，嘿，你是天使吗？每个夜里在和谁对抗？为了谁勇闯？哦哦哦！嘿，你是天使吧？从来没有太多的阻挡，勇敢的飞翔，不畏惧世界多大。差不多，不知道，忘记了。唱歌台没有，没有唱歌台。天使，哎，天使什么天使太普通了，没有。谢谢打杂的看好你哟。姐姐，你好，你好，盛红你好。您好，大家好，我们今天就是随便聊聊台。谢谢 Miso 不是乐乐科的掌声鼓励。谢谢。怀怀没有来，怀怀没有来。我有看到怀怀标我，他去踩点的那个，我觉得他很厉害，而且因为我蓝台那个地方其实是一块草地，而且泥地吧，因为我拍的时候是下雨的，所以它有点烂泥地，然后我们还是走进去拍，所以他我觉得他很厉害，他立马从真的假的？不知道。最速踩点传说真的、哦，他是刚好来嘉义嘛？怀怀是去找瑞典啊？哎，可是瑞典还没发蓝台，是踩我的。什么唱歌说话就说话怎样？我现在说话小星星啊，什么意思？嗯，有点甜，我怎么唱？怎么唱？彩花是为了 rating 去的，是吗？好，没关系，至少他蓝坛的踩点是踩我的。哦，我 po 文的同时，他是蓝坛，真的假的 ？Miso 去吃巧克力汤包，是不是有点微妙？我觉得吃起来蛮微妙的，就是没有到，没有比那个原味的好。吃，因为我那时候是点原味的跟巧克力的，然后看起来像是原味的很好，原味的真的很好，就是你吃下去就整个在嘴巴里爆浆，然后巧克力，巧克力，我觉得它的皮看起来很薄，可是它吃下去是很厚，对，不知道，可是它看起来很薄了，就有点小微妙，可是没吃过的人可以试试看，真的很微妙，是不是有点微妙？微妙，微微妙。我看怀怀 P 图没有，也没有很有。要传给我吗？科长安安，韩粉跟你说，科长安安 ，Jack 安安 ，Jack 你好，你好 ，Jack。我看没吃过，没吃过，不过它的价格偏高吧，因为是鼎泰丰啊，鼎泰丰的价格吧就偏高，可是是好吃的，好吃的。怎么办？这个没看到 P 图，没有标我啊！你有看到华华踩点跟瑞特牵手的图吗？没有啊，他只有他标我的是那个。我想问，扇子？林一家庭不会聚在一起了吧？你在诅咒我们拆散什么吗？什么林一家庭不会聚在一起了？他跟小笼包没有任何关系。你说巧克力吗？给你传，好啊，传给我看。谁谁 P 图那么厉害？期待看你们的 P 图。看来他是对哦，好，他是为了 rating 去的，没错，太棒了，谢谢怀怀，难怪没有来看我，很好。Miso 说汤包是好笑，你说巧克力小笼包很好笑，好笑是怎样？小笼包真的好吃吗？没有到好吃，也没有到难吃，没有到原味的那么好吃。谢谢 Ben 的掌声鼓励，巧克力对啊，巧克力小笼包。然后你们是不是都没有认真看我的贴文？是不是？谢谢 Ben 的海鸥。会笑出来？为什么会笑？吃着一口笑出来？可是很就是很特别啊，就是看到那个菜单就会想点点看。很特别菜单，巧克力在口中爆浆。我是说原味的，我是说原味的。
那个前面两句话跟后面两句话是分开的，巧克力味道有点违和，就是原味的还是比较好吃。Miso 说：“为什么一直要吃这个啊？你就看到巧克力的东西，不是会很想点吗？为什么？不会吗？不会。是说我喜欢巧克力。雨晴昨天给我吃了一个95%黑巧克力，没有比人生更苦。对，95%比人生还苦的巧克力，没有，没有比人生更苦。对，好吧。”真的很苦哎、欸，而且而且我就吃超满，我就舔了两口，但我真的吃不下去。然后雨晴就走过来说：“放心，你吃的比小晴还要快乐。”因为我吃超久，我其实我跟你差不多，我最后还是有放健康。我一半给思雨吃了，他说思雨就刚走过来说：“思雨，你要不要吃黑巧克力啊？”我就扒了一半给他吃。你只能等、欸、哦，你们等哦，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你不能讲出来，他打盖子，他打错，超强，好，就小何就好好，我等一下下播去看。Hello S， 你好，你好，你能想象巧克力拉面？我能想象，真的把你的拿出来。可是因为你们知道，不是说到哪吧？佐罗莉吗？就是那个狐狸跟两只小哦，对，你知道吗？一只猪跟那个、啊、对，一只猪跟罗天啊童脸，我小时候超爱，现在也超爱。然后反正他们有一集就是在制作很多不同口味拉面，然后就有一个巧克力口味的拉面。哦，还跟那个糖果对，我有看那集，我今天才讲的。天啊，我真的小时候真的超爱佐罗莉的、欸。还是网红吗？对，没有什么半颗巧克力小笼包，没有，就是95%的黑巧克力。它吃下去的感想是酸的、欸，酸的。我叫柏林去看冰箱。哎，然后雨晴还给我吃了榴莲巧克力，我原本很抗拒、欸，可是意外的很好吃哎、欸，榴莲巧克力，超好吃。什么柏林那么熟？柏林那么熟？什么东西？什么柏林很熟？哈哈，熟。为什么不知道？听说伯伯姐声音了，没错，在旁边是小婷跟 Broly。谁那个谁？小婷跟 Broly。嗯，一加七的柏林生，哎、欸，柏林你生日几号啊？9月13。9月13。对。对，九月只有他一个人，对吧？应该是吧。伤心的事。因为如果有其他人，我就尴尬了。女团新节。对啊，是。是这样的。Hello， 可爱的小晴。Hello， 杰克。榴莲冰淇淋不错吃，我觉得榴莲巧克力真的意外的很好吃，它会让我爱上榴莲。可是榴莲糖真的 no no， 那个是假榴莲，我跟你说真的，是香料榴莲。我也觉得很难吃。你知道，杰晴说9月9号应该会90，大家就期待一下喽。你也不记得，哎，9月13。我已经不记得一家生日，我其实没有在记谁的生日。9月1还是2？19？18？不是。哈？18是我。13？对。不是，我说你，我说你。我们可是应该说九月。不是啊，对，我们上错了，上错了。九月。11。11月。应该19。18。18。对。啊，怎么办？哎、欸，所以不会记别人的生日了，差一点。我会拍完生日。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手中有，生日是什么时候？7月15。这时候，如果大家手中有庆 PP 的月历的话，10月18，10月18，对不对？10月18，对不对？对，太棒了，是。我也觉得不是19，是18。Thank you， 那个不见了。叶佩茹，好吗？他上面有一个已经拆开了。瑞婷哪一天？八月什么七的？八月十？哎、欸，谁啊？瑞婷8月6号。哦，8月6号什么七的？八月什么七的？嗯，好，8月6号。小晴是几八？哎、欸，七月八月八月哎，八月二没八月二号。哎、欸、耶、欸！不要偷袭！八月二号。反正他都记不起来了、啊。什么瑞八七没有？不要造谣！你家长哎，怀怀，我们刚才讨论你哎，怀怀，哎，我有一张白纸送你吧。好，谢谢。不需要，谢谢你的白纸。好，不需要。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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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女团世界大爆红没有，别乱讲。谢谢 Miso 不是乐乐科的眼睛叶教授。听说瑞你是天使，为什么用听说？为什么？他为什么用听说？谢谢 Miso 不是乐乐科的眼睛叶教授。晚上好呀，国树。国树你好，总之就是膝盖帮国树你好。该名字无法解释。谢谢老莎莎的新奇怪。谢谢，旁边是小晴跟柏林哦，是不是很开心啊？果树，果树开心吗？是柏林耶，那你就是天使。哪来的听说？听说柏林，不是听说柏林是天使。听说果树推柏林，是不是？听说刘晓晴是天使。听说王一佳也不错，好像是造谣。什么造谣？是柏林林跟小晴晴，谢谢。是雨晴送他的善良金币，谢谢你承载了我的善良。善良金币，谢谢你善良金币。有，拜拜。谢谢，那你就是天使。嗯，听说一家是蓝天女神，对，就是这样。谢谢雨晴送他的智慧金币，谢谢。谢谢。米索一家是女神，没错，米索这就是事实。叶星狗的星之国，谢谢。什么一家就是鸡肉饭？你们才是鸡肉饭，你们全家都是鸡肉饭。好像在骂人，不是在称赞你们。谢谢星狗的星之国。他在考古的，他为什么突然在考古？今天气质台也没有啦，太多了吧？是最一开始的。那他女生有看到我上礼拜掉两位天使吗？可是我就觉得不会，我觉得他们不会想再硬的了，因为他们老不讲，然后说他有好改变。嗯，一进来就看到飘逸一家，瑞婷，哎、欸，小婷，小婷是开心的天使，小婷谁？今天晚上在宿舍是不是很没有哎、欸、嘿嘿没嘿。今天家长比较白，宿舍的光还不错，不错。以后在宿舍不好。谢谢海华的新之冠。对啊，你们全家都信，快点推一颗你全家。然后你是乐乐。不过以后可以改成乐乐。现气的打错字是怎样？嗯，别拜托，怎样我怎样？谢谢导导，我的枫叶，谢谢导导。小晴是天使长。对，我是天使长。什么是天使长？就是最大的哦，天最大的天使，信伟说的。小婷，谁叫那么亲？小婷，我都没有叫过瑞婷小婷了，你们叫瑞婷小婷。小婷，小婷，小婷来，小婷好奇怪哦。婷婷啊，婷，我也没有叫过婷婷。哈哈大笑，谢谢李天天气场。你不是叫我哈哈大笑吗？哈哈，谢谢飞的海哦，刚刚瑞婷才是大天使，好吃。你在怀疑小晴是吗？谢谢飞的海哦，旁边好多两个，这是我的来宾啊，你们刚才是不是没有听到我的介绍？他就是没有听到。那没关系，我们再向大家自我介绍一次。七七七起来。别乱叫，什么？你有乱叫啊？你说小婷吗？阿六你好，向大家自我介绍一次。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进击兵，我是王一佳。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刘晓晴。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台北的王林。OK，Thank you， 真的很开心你们今天能够来到我的台。谢谢，谢谢，看到，谢谢，允许好的。谢谢 Miso 的双鸟串。好的，怀怀吃饭加油，吃饭加油，吃饭加油，怀怀。谢谢 Miso 的双鸟串。婆婆接个底，然后婆婆接的名就很高音。谢谢。好恶的声音。什么？今天直播母汤哪有？天天都需要你爱，谢谢华华的再见加油，晚点见华华，你要回来哦。谢谢，不要因为瑞婷没有来看我直播就不来好吗？谢谢老莎莎的海鸥。没办法，因为瑞婷才是主讲。
完了，等瑞婷开播以后，我们放完不放了。对，我们放完之后，瑞婷就不来看我们直播了，大家都不来看。欢欢你在哪里？米索你在哪里？哎，等一下，以后我跟那个我跟瑞婷撞到直播时间，说哎，米索你在哪里？欢欢就大喊哦，好，我就看好，没有啊，他说他去吃饭，相信他。天天有进场曲，天天都需要你爱。小型天使长，世界第一可爱，性委收的。那个，感觉很不高兴。大家好，可爱。大家都会多开，对。你家一家家政，不愧是一家神推，棒。好像第三遍，我刚才问你，问了天天 boy 唱第四遍。好了好了，可是我只会唱这句。哦，对，我只会唱这句。上台的话 ，Miso 一定会唱。嗯 ，Miso 呢？你也在，阿贵，阿贵棒。丢完礼物的挂停，谢谢叨叨，谢谢叨叨。为什么一家今天那么可爱？因为我今天待在很多可爱的人旁边。我是不是很会说话？天天是不是想一直听？天天谢谢你，天天都便宜。哎，不要乱业配，不要乱业配。不会，这是误解，对，这是误解，大家不要对 Miso 有什么误解。突然有一个背景，只好去 Rating 队。哎哎，你是不是想偷去阳光？差不多快去找栗子玩好的，天天都需要你爱，拜拜。等你要回来哦，今天家真的很白，因为我穿黑色衣服吗？是吗？快点，你要退后还有背景？对，我有背景。还是手持的，手持背景。你是一个有背景的人，我的头发进。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大家好，我是一个有背景。哎，我们话不要乱说。是一个有背景的人。这好像那个俄罗斯娃娃。哎，哎，瑞婷帮我了是吗？是什么我只是花五，我只是花个三十秒才起来就变这样。为什么讲到我就卡了？因为爱的魔力圈圈圈。哦，卡了吗？刚刚后面怎么唱？好粉，爱的魔力转圈圈。我还猜到歌词，我觉得这首歌很好笑。好粉，大家好，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井字号 F F C 零 C B。爱的魔力转圈圈歌词。瑞特什么？他叫瑞婷拜拜。瑞婷来了吗？歌叫触电。你要去找，你要去找前辈了。触电，一家触电啊！你要去找佳丽。一家触电，没有没有。还没。你快。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爱的是不是家有 boy， 所以现在是卡的吗？我觉得很顺，我帮你看。好的，谢谢你，有你真好。触电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我不想听，我们触电了。我不想听柏林唱那么台的歌。我要等那个。一家，你跟小金，副歌跟小金来电。那你们看小金的肩膀。来来，有啊，很帅的。我要副歌来。卡吗？柏林，爱的，爱的魔力转圈圈，喜欢你把黑夜白天。谢安娜的蓝色应援棒，就说一家的菜都变样，然后换一首歌。前几天在家有觉醒音乐季，大家有去听吗？我很想去听耶。东方觉醒，觉醒音乐季。爱的魔力转圈圈。干嘛？这是什么东西？谢谢彼岸的君临堂，好有趣哦！这样哦，那啥，蔡哥好像有来，对，没错，我没有帮他跟他合照，所以我觉得很伤心，真的。青蛙说要神推乌咪了，啊，什么东西？我也是乌咪神推。原来刚刚那句是谢谢彼岸，对，没错。谢谢，票不是很久以前就卖完了吗？嗯，对，没错。乌咪可以出来了吗？乌咪不在等。喵。
晕晕晕，主播凯，谢谢谢谢谢谢。你在想看七月半？都想看，有很多很棒的团诶。对对，没错。对，毕竟我们是一个对，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是一个团体。对，嗯，粉丝一听就听就出来了。嗯嗯嗯，没错，这句话就是嗯。我们有点卡卡的，真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爱的魔力转圈圈。嗯，偶尔卡。Hello, Miso。那个可刚刚喂蛇什么东西？羊肉炖饭，烩饭，烩饭不是炖，是一家的晚餐。你还有吗？不要了。嗯，你吃好。啊。大家好，我是刚刚喂蛇的柏林的小琴。是。好吃吗？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ですか？おいしいですか？おいしい。我刚才讲了一个玩政治的哎，正确的日文，政治是什么？呀，一下吃啊，卡卡的，懂之懂之什么？我看超顺的，一阵卡，你背的很有感情，一阵卡是真的感受到，我感受感就是感受到网络不快，网络不好，你看我这白屏。你是白屏哦？没有，就我让奈飞卡。没有啊，我很顺。啊，我连进来都有障碍。为什么？卡吧。我手机是。你用这里的 WiFi？ 没有手机。没有，我开自己的。小啊，没有啊。那你继续讲。嗨，晚安。为什么？小金还那么顺？为什么？嘴巴是有还是是有啊？我觉得不是啊，其實我是他的室友。你在我嘴巴上吗？室友，你好，我的室友刘小琴。阳光怎么办？为什么有那么多阳光呢？阳光变成那个阳光变到阳光，现在已经没有没有用了，只可以送你。信号不好吗，小琴？黑夜没有啊，我开我自己的，我开我自己的，而且我也没有。对啊，对啊。阳光可以加，可是要很多阳光，要很多阳光。小琴要不要加我的粉丝团啊？谢谢刘小琴的枫叶、两条运输、海鸥、双鸟串、蓝色应援棒、精灵守护玫瑰。谢谢刘小琴。那请我们的刘小琴来宾为我们讲句话。很开心能够送礼物给我很喜欢的一家，他真的是很可爱，所以我真的愿意把我的那个浪花献给他，希望他会开心。谢谢，谢谢小琴，我真的很开心。那今天由你来，真的是，虫虫，很棒。晚上好，你好，一凯，谢谢小琴的荧光棒、玫瑰跟 love you， 谢谢小琴，这位来宾真的不用那么客气，真的没关系，没关系，不会，这是我的乐趣，呵呵，你的乐趣，你要跟柏林抢了吗？柏林没有要客气，柏林的乐趣，谢谢打杂队的掌声鼓励，小琴客服前可以跳巴士哦，谢谢刘小琴的巴士，小琴都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多了的钱，我只是在那个做任务呢，拿金币做任务，大家做任务吗？感谢小琴鸡肉饭，谢谢小琴鸡肉饭的玫瑰，谢谢鸡肉饭，下周天会上榜，谢谢叫吗？小琴鸡肉饭，说不定哦。阳光要怎么用？问一下你们，阳光要怎么用？阳光现在只能加粉丝团了，加入粉丝团，那我要加入要很多。哎呀，怎么加入粉丝团？看一下。要缴月费哦，真的、哦，那没办法，是吗？是要缴月费，就是你缴一个，然后你缴一个数字给进去。我模仿的 Alice 哦，真的耶，要4000一个月。我是 Alice，Yep， 这就是 Alice 的音调，就是。我是应该是 Kitty 吗？我是 Kitty。我还想我是谁？谢谢小 I love you， 波波姐，鸡肉饭不送一点吗？不要，不要，直接就是客人，不要这样，不要，我们要对客人有礼貌。这个乖宝宝。知道吗？谢谢小雨的学习教室，谢谢。4000阳光一个月，没错。I see， 很多很多了。哦，下一点，再加一点。以上直播感谢刘小琴赞助播出。你要什么？送你。
谢谢刘孝欣的熊玫瑰。哦，多按了一个，可恶。谢谢，下一节刘晓宁的守护玫瑰。我看一下我现在上榜了没？圈圈圈啊，还没。怀怀是32，不要。我的榜是15名。哦，真的、哦？那我上了，上了，那我可以。谢谢 Miso 的烧鸟车。我去看雷吉。谢谢 Hello 雷吉，你好。柏林晚安，柏林晚安。晚安。啊，成功了。嗯，突然记着一家，有点不习惯。我要送怀怀，你喜欢这样的我吗？一家，你好，你好 ，Lolly， 你好 ，Lolly。谢谢浪客428744的初心转会章，谢谢你的初心。愿我们都能够永葆初心，对吧？真的。阳光榜只有2个人，就是用阳光加粉丝团的吧。谢玻璃 ，Love you， 谢谢玻璃。谢谢 Roger 的 Love you， 送阳什么送阳光超过掉的，太玻璃阳光不是不能送了吗？可是我的阳光好像都变成人气卡了，不知道。谢谢玻璃 kiss 啾啾，不客气，我有上榜吗？柏林上榜了没？送阳哦，送阳好，柏林也想上榜，谢谢柏林的枫叶，刚好上榜，看好牛。柏林，谢谢柏林鸡肉饭。柏林第几名？柏林第几名？我不知道，我自己看不到。可恶，可恶，可恶！不客气，谢谢 Lolly。第七哦，柏林姐哦，谢谢第七你哥。不看看还是爱心吗？这里在呆哦。什么爱心啊？可以这样子送，太酷了吧？怎么用啊？谢谢阿巴的看好你哟、哦！谢谢包到鸡肉饭的枫叶，叫教主食堂，谢谢柏林鸡肉饭。这是哪个？这个爱心，爱心，他一定要送10个哦，一定要送10个以上。对，这个有酷到，酷吧？谢谢辛格的 Love You， 跟米手不是罗罗克的烧鸟串，让你欢笑。对啊，柏林家45色。柏林，今天是宿舍初体验，第三宿舍，请问，来宾柏林对这个宿舍的整体环境有什么感觉吗？没有，好，谢谢。有，很赞，很赞，不错。谢谢 Miso 的 Love You 跟粮草运输，跟 Love You 跟粮草运输。谢谢 Miso 辛格跟蔡马逊，蔡马逊逊，嗨，蔡马逊逊，这样，这也很奇怪、啊。嗯、谢谢 Miso 的 Love You 跟小爱的守护玫瑰，跟辛格的粮草运输，谢谢你们。这样，可他这个不行，他那个可以那么多吗？他至少十个，对，至少十个。你有那么多浪花、啊，莫名其妙就有。累积，谢谢辛格的粮草运输，需要关枪波了，是吗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柏林可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吗？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挺 TP 的柏林，非常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见到各位，我很开心，真的。嗯，我也很开心你今天可以来柏林，真的，谢谢我的朋友。不然柏林今天本来在路边流浪。谢谢我的朋友今天能够陪伴我度过这个晚上。哦，我的朋友柏林啊。三八阿花。吹喇叭，诺斯拉西发。我青铜34哦，你青铜啊？我多少、啊、不知道。小晴果然在看零一呢，访问一下墙角的小强先生。哎、欸，没有啊，你青铜32，你青铜啊？我32。嗨，刘小晴，拜刘小晴，你很厉害、啊。主播记忆力不好，什么东西？我是唯一家，嗨，哎，我这个哎，双等，谢谢谢谢柏林，嗯，你要一个啊，没了，谢谢柏林和好多花朵，谢谢你柏林，送了双等鱼，谢谢柏林，双等鱼，双等鱼是什么梗？你知道双等鱼吗？哎，大家可以现在截图，然后在我的头的那个，的对，头我头的那边放一个自己的自拍，这样就感觉很像搭着一家的肩，谢谢。好紧张，好紧张！
谢柏林眼睛见上咒。熊吗 ？Hello， 是你吗？哦、熊，熊妹，熊妹，熊妹，熊。我刚刚叫他叫什么？小提手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嘞。有时候有些东西其实不是我管，比较出来的，一切都是比较出来的。笑死！哎，你是直接反光哎，而且还是深色的背景。你想要拼哪个？小妹还没回家，不知道刚刚出去买东西吃。你也拼星梦计划，还有什么夏日大作战？好可怕，我这个手叉。真是哦，小妹这礼拜都在台北的样子。对啊，好白的手哦，嘲讽肤色没有？没有嘲讽啊，多元化。谢谢柏林的男生原版。我看不到哦，因为我时间延迟。谢谢柏林的男生原版，什么少女革命？好像没有很那个。我觉得一家家被 diss 了，一家家都被米手 diss。回高雄。哦，回高雄，对他还没回去。好白的手，谢谢果树粮草运输，谢谢果树让我吃饱，谢谢你的粮草，谢谢果树的粮草哦。Miso 没有 diss 我啊，没有啊。哇，我还有勇往直前，要跳勇往直前。谢谢怀怀，哎，怀怀你回来了，许下心愿，勇往来一句，来一句 solo， 因为一旦快点。因为一旦撇开脸，就会察觉张满意不行。不是说如果高音唱不上去的话，就可以用念的，就会很有咳嗽的咳嗽。许下心愿，勇往直前。因为一旦没有哪里有高的、啊，就会察觉。许下心愿，勇往直前。因为一旦撇开脸，116万，就会察觉张满意不舍的泪。许下心愿，勇往直前，因为一旦撇开眼，就会察觉怎么依依不舍的泪。他的脸，他竟然换不妥协。是傻吧？我不跟你切。啊，三好冷啊！我的柏林地址还是53。啊，你家好冷啊！居然还有那个。那个宗盛老师的感觉，好吗？越过深秋，很有宗盛老师的感觉，就是高音的地方就念的。谢谢怀怀的翻白眼。哎、我在干嘛？我在唱歌。你在说很多很好玩的东西耶。我家都没有柏林二话太吃啊！这么好，上面都是食物吃。我也要吃在这里。那现在好还是卖？等一下，太大声了吗？因为一下，这个很难。这太小圈了吧？这个很难用啊。这只能用手吧。邻居不会抗议啊？不会啊，隔音也不错啊，隔音也不错。是吗？对不起，可是我们今天背景也是偏红色，是什么问题啊？哇哇哇哇哇哇 ！Yes， 伯恩来蹭饭，伯恩来蹭饭，要嗨起来吗？大家可以一起，大家那个镜头先走。我看你，看你。光线感绝不黄，不是手机的溢价。这是小手、欸、我要红色的黑蛙圈，红色黑蛙圈在沙发上，红色黑蛙圈。听说边缘人出门拍照都要自备红色呼啦圈，就是你在拍合照的时候，你说自己圈一个圈，大家就会很清楚知道你在哪里咯。是不是很棒？我以后就出门都带红色呼啦圈好了。晚上好，烟雨苍城。而且不是做什么备审资料啊之类的，如果你是放合照的话，都要圈上一个红色神秘红色小圈圈。所以我们出门合照的时候，如果直接自备一个红色小圈圈就可以了，很方便。
很方便、oh、很清楚的知道你是谁。哎、欸，那个不是那个吗？就是灵异照片。什么灵异照片？灵异照片用那个红圈圈。还有那个边缘人出去拍照，可以自己带个。我说，哎、欸，他怎么在这里了？哈哈。直接现场圈，对啊，背闪用赌没有，就是比如说上个什么，你跟团队什么社团的合照，然后你要圈你是谁，你要用神秘红色的小圈圈把自己圈起来，脚有点困难。红圈圈深陷是什么？就是我之前看到边缘人如何让自己不边缘的一个方法，这是我老师传给我的。国乐老师传给我的影片，他传了一个如何让自己看起来比较不边缘的影片给我。老师，你一下挺要自拍，对啊，这是超不显眼的人，对，为了以防我以后被边缘，圈粉丝直接丢什么东西？哇哇！灵异专用道具，对啊，我们以后灵异家庭出去就带着拍照。老师好贴心，对啊，老师是不是在 diss 我？对，老师 diss 我，对，老师 diss 我，对。柏林，柏林，柏林，我要拆我们的枪。被老师 diss， 对啊，他是传那个影片给我，其实我不太懂。哎、欸，他什么都没说，他就是传了那个影片给我，把一家圈走，我要把你们都圈走。老师觉得自己对，老师觉得自己的学生不给我，可能老师来教课说，嗯，我的学生在哪里？我的学生在哪里？在这里。柏林，怎样？来圈。被家丢到圈的就是自由班，没有没有被丢到的也是，好吗？好吗？而且我只有一个圈，只有一个圈，然后去贴心关心一下别人，对啊，圈，而且他也不算是我的老师，他算是我姐的国乐老师，我姐的二胡老师，他有圈圈可以吧？什么？对啊，整圈你们是 diss 我最后一个粉丝是吗？那个相框去背，想到了你什么东西？怀怀，累的张面力，累的表面张力，张面力是什么？老师，我不会跟墙壁说话好吗？顶多就是让我勇往直前，看着我自己的手说，哎，勇一波啊 ，Shani， 哎，哎呦哎呦，太摔死。你姐老师，对啊，我姐老师也是跟我给你，太难过了。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做。魔术圈圈自己动，小琴刘小琴动的，小琴动。小琴动，我今天戴皇冠，怕你们觉得我今天很不黄，戴一个黄色的东西。圈放在头上变天使。红色天使的概念吗？圈圈子激动，蔡亚马逊，谢谢蔡亚马逊逊，我还是叫你蔡亚马逊，从你刚去过。蔡亚马逊逊，哇，好可爱哦！蔡亚马逊逊，模仿瑞婷的概念，模仿瑞婷要这样。哎，我觉得瑞婷的笑容真的很难模仿，我她的笑容模仿。你的笑容，那你笑容真的很难模仿哎、欸。瑞田笑容吗？为什么他笑容模仿不来？可爱粉丝家，你们都是可爱的粉丝。刚才崩图，为什么会有崩图？天哪，太不可思议了！接好吗？天使像不是成员可以模仿？怎样？坏坏坏坏，怎样？哎，怎样？天使像都看不到你。
有天使的感觉吗？我没有。哎，你们为什么都讲我剪头发？我没有剪头发，我没有剪头发。嗯，我没有剪头发。现在看不到眼球。想看吗？不想，谢谢。你也是可以不用放出来，没有关系。太刻意了，不会模仿。今天发型吗？谢谢，谢谢卡丘，难得的称赞了我。也没有啦，谢谢卡丘。相信世界真的有天使存在，就是我，红圈圈天使。天使为了怕你们看不见天使，把天使圈起来，你们就可以看见我了，对吧？有天使，你好，林果，我是您的专属天使。想想什么？一家家指法都好看。我一段时间想烫卷嘞、欸。刷对，可能站在那个 N 叫站在天使团还是角度团，不知道，随便。站在他们那一团里面，我需要一个红圈圈，不然大家都看起来没不盖我。需要一个红圈圈。然后结果大家为了就每个人都带一个红圈圈，然后以后每个 Team TP 每个成员都自带一个圈圈出门拍照，成为了世界奇景，奥运五环。就带五个人出去拍照，然后每个人都拿一个颜色的圈圈，然后就直接变成奥运五环。一家家就是天使。嗨，你好，你好，飞镖，我是你的天使。他们觉得赞哦，但是研究生只能执法吧？我跟你们说，就是我跟瑞婷去吃冰，然后瑞婷就要帮我拍照，然后我因为我不知道摆什么姿势，然后我心里就突然想到了雅恩，我说雅恩拍照，然后这样，我就啊我就，比如说这是冰，然后就这样，我这样拍照，然后罗瑞婷就传给蔡雅恩，然后蔡雅恩就笑死。笑死！小晴超可爱，小晴超可爱，我呢？怀怀，怀不怀怀都去蓝潭踩我的点了，所以应该也是觉得我可爱踩我的点吧？什么 cos 哪吒？为什么？哒哒，cos 哪吒。超雅恩，我哪有 diss 你们，不要乱讲，我没有 diss 雅恩好吗？我不是我的碟，我的碟，我 baby，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怀怀是去看 rating， 怀怀，你好，你是去看 rating。那你都说会晚几点抛啦？对啊，他还在调色当中，调色当中。哒哒哒！我今天去电影院之前，就路过了一个在卖玉兰花吧，就是会卖花的那个玉兰花，是吗？玉兰花，我就跟他买了一个玉兰花。红圈圈在执行杯啊，没有执行杯带，执行杯带在家里。小青，我还是优良教徒哦，好。嗨嗨，你是优良肌肉棒吗？修图修这么慢，果然是小朋友。不要这样，人家有一份执着。就现在放下执着和我说，随便啦，随便啦。他说你傻眼。我没有朋友，随便啦。我的朋友，黄心杰，我的朋友。现在好啊，翻白眼，大家可可爱，掌声鼓励，谢谢，谢谢，谢谢勇哥，勇哥，眨眼，谢谢新哥，掌声鼓励，跟 Miso 不是乐乐克的玫瑰，谢谢，谢谢，就一赢一家真善良，谢谢，谢谢 Miso 不是乐，可是我觉得他香水有点喷太多了，还嫌人家没有。他香水有点喷太多了，就是拿起来，因为我有看到他在喷香水，但他真的喷有点多，他拿起来就是那个香水就滴在我手上，然后就闻一下，结果闻的是有点臭的，
微微臭，他喷有点多。说瑞特什么什么瑞特，话说鸡肉饭为什么是块状不是丝？那你说那个是鸡肉丝饭吧？鸡肉丝饭，鸡肉饭块状，正常啊。喷香水，那个、啊、玉兰花，玉兰花嘛，那个路边会卖那种白色的花。会串在一起的那种玉兰花，是不是谁？是路边的阿北，路边的阿北在玉兰花上面喷香水。不要乱想，你们是不是想调出什么女团心结？没有这回事，好不好？你不要随便乱调什么女团心结。但卖玉兰花的人在玉兰花上面喷了很多香水，阿北喷香水。哦，玉兰花那个水是臭的，哦是水哦，所以不是香水，哦只是水而已嘛，好吧，不是是在花上面喷水或香水的东西，好吗？我哪有突然讲喷香水，我有前后文的好吗？没说主持瑞，我没说主持，你们是不是会想到瑞婷？你们这群心里只有瑞婷的人，你们知道你们在看谁直播吗？哪有？有，对，就是你们心里只有瑞婷。啊，没关系，我要变恶魔了，跟你们说，变恶魔，跟这个红色圈圈蛮搭的哦。沙水给花而已哦，好的，可是臭臭的，啊，那水臭臭的吗？你在跟乌咪主人直播，不好意思，今天没有乌咪。瑞田伙伴，好，谢谢子央，谢子央。阿北没有作弊，不要乱地址，阿北。其实只有一家，学学新格啊，你们看看，都要想到一家家。真的吗？米手真的吗？趁瑞婷还不能开播，多爆他。瑞婷有什么料可以爆？瑞婷有什么啊？那不算，这算不算是爆料？一家保持怀疑的态度，对我对米手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哎，没有，哎，可是米手，如果你是，因为我是开玩笑的。可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我就不会这样开玩笑。我是开玩笑的，可是我很怕你们真的不喜欢，因为我把 Miso 定位在本台效果，没有啦。来宾不见，来宾去旁边聊天了，聊正事，看起来蛮严肃的。因为你之前没指定一家，哦 ，Miso 没有指定一家实习。没事，习惯，显然是习惯了的部分。你想，我没有怕什么，什么怕？因为有些人就是可能会笑着说不喜欢，可是其实真的不喜欢，所以我怕你们搞不好是开玩笑的。可是如果你们是真的的话，我很怕触到你们的地雷。其他人还不敢说。Miso 好棒，顺便跟你们说。就是瑞婷是真的不喜欢别人叫他小屁孩，不要乱讲啊，你们不要乱讲啊。Miso 好，对啊，Miso 是本台的效果之一。男的严肃，天不是严肃，我跟你们说是气质，不是严肃是气质。是我跟你们讲，好，那换个方式，是，等一下，就是，我跟你们讲。Rating 喜欢天使啊，大家可以叫他天使。一下，我哪有喜欢被叫小屁孩？我跟你们说，谁喜欢被叫小屁孩？没有人。气质满满的一家，对，大家好，我是气质满满的一家。所以大家要搞清楚什么是玩笑话，知道吗？知道吗？你都叫 Rating 是可爱妹妹，那我呢？没有比较可爱，妹妹。怎么突然很忙？我没有突然很忙啊，我是在这。I always stay there 。破英文。
如果瑞婷要叫我的，我愿意当小屁孩。哦，好，那我叫你就不行是吧？是吧？好，一家是刘海妹妹，一家是女神。女神，女神。派地神他们喜欢吗？我确定他们喜欢吗？一家是气质，瑞婷是可爱。对，林果，你真的很会说话。哦，天哪，林果，你说的太对了，林果。一家家说什么可以都可以哦，不用担心。好的，米索不是乐乐科技有饭，真是太棒了呢。乐乐科技有，哎，不是，不是乐乐科技有饭。哎呀，差点。你可以叫我鸡肉饭。好，谢谢歪歪鸡肉饭。明天上班哦，真的、哦。阳光，你要好，你赶快去睡，就是现在，赶快去睡，辛苦了，辛苦了。亮光辛苦了。星期四见。突然旁边突然安静了，他们可能在聊一些严肃话题。谢谢 Miso 的 Love You。如果他叫屁孩，可以被他打。不要乱叫他，他不会打你们，他只会在心里打你们。恶魔风，对，我今天是天使。我是挂着恶魔头角天使。阳光，阳光辛苦了，凌晨上班，那你出门要小心哦，不要被坏人抓走，不要被坏人抓走，知道吗？转变回边缘家，对，怎样？你们哎，什么终于什么终于是很想我变成一家，是不是？因为果然觉得是没有啊，我没有说啊，我没有说啊。你知道我说什么了？乐科技吗？我是说不是乐科技有饭好吗？突然讲真话，怎么突然？我对你们一直很真诚好吗？我什么时候讲话了？我一直说一家很可爱，一家是女神，一家真的很棒，这些都是真话啊。我什么时候说假话？你难道你们一直觉得我在说假话吗？没有啊。那确确好，我一直在说假话吗？没有。谢谢一家可可爱的 love you。一家不要憋着，什么憋着，我憋了什么？神的一家怎么会是乐乐科？还是你觉得我是乐乐？嗯，应该不是吧？先让你挥手的粮草运输，应该说的都是对的，对，应该说的都是对的，一家都在说真话好吗？先让你挥手的粮草运输小剧场。没有小剧场、啊，其实我今天手机也是蛮乖的，它现在还有91%电。要怎么回答？不用回答，也不需要回答。一家有时候感觉乐乐感，对，一家有时候给人乐乐感觉，那个 miso 的这个部分就是，再多想想，再多想想。一家不黑，此句是否为真？一家不，其实是比较出来的。看我站在水旁边咯，对吧？谢米索不是乐乐科的 love you， 谢谢你爱我哟，谢谢一家可可爱爱的眼睛也当中。那你不喜欢大家叫我什么？我倒是都可以，不要叫什么什么，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突然心里面有个词，好都可以啊，你们叫到我不喜欢的我再跟你们讲啊，再跟你们讲啊，现在叫我都可以啊，像什么女神啊、四花啊什么都很棒啊。什么其实我也不太懂乐乐的界限在哪里，我也是不懂，可以告诉我吗？是吧？很棒，米索你好，很棒很棒。是说 Miso 明明才刚来不久，哎， Miso 明明才刚来不久，突然好活跃哦，对不对？想当初那个懵懂天真的 Miso， 想当初那个每句话后面都会加一个冒号跟刮胡的 Miso， 天啊，什么蓝坛女神，大家不喜欢我会直接讲啊，对。天使这个要给瑞婷抱歉，好，没关系。有约的粉丝，嗨，欢迎瑞婷 ，Nice to meet you， 朋友 ，Nice to meet you guys， 太嗨了，
朋友节略过我。朋友，你看，朋友节不跟我。我说的是什么 ？It's so nice. Hey, you. Are you ready? 市场候选人，I love you, guys. I love you, guys. Miso 开始很多人哦，是吗？从明天可以。哦，好，你看母汤了，是不是？对。Hello, 兄妹，兄妹，兄妹，兄弟的插头不是这个吗？兄妹，没有，这是我的。今天这台画胖说没有啊，没有啊，国术，我们刚结束一个严肃话题，术国，你好，推柏林的国术啊，我的痘痘啊，刚争吵男友，抱歉耳机响，隔壁发生什么事？隔壁 ，I'm ready, are you ready for it？ 今天开两小，对，今天开两小，这什么太简称了吧？今天开两小。小晴在练习见其他姐姐的状态吗？不觉得刚刚话题很严肃啊，蛮严肃哦，震惊啊，不能讲严肃，震惊。你知道我？嗨，我也知道一家。真的，我也知道你的柏林。谢谢，好巧哦。我有奇怪的帽子。你有奇怪吗？啊，你刚戴帽子真奇怪。哦，到是你要、啊。好奇怪，是很像大厨。大厨。就是戴个这高尔夫球，很像。谢谢 Ben 的海鸥，呜呜呜！我没有，我是震惊，不是严肃。绑头发。好耶！伯伯姐用母音，这不习惯。我要听伯伯姐用母音。我要听姐伯伯姐用母音。母音。抖音。母音。抖音。什么抖音？呜呜！一家抖音。呜呜！一下子呜，很可爱，姐姐，什么？刚汉送了一个原谅帽，我要听宝宝姐用萌音。Hello， 我把原谅帽是什么？我把我的特效关掉。他刚说什么？谢谢 Miso 不是乐乐可的拉面，一家他是叫什么？原谅帽，姐姐刚汉的原谅帽，这是叫原谅帽吗？大家要去生日会吗？耶、yeah! ！什么时候呢？柏林的生日会吗？你的？我的生日会是7月20号，几点呢？大家要去看喽！7月9号还会可能会有明天还会有一些票签出来，大家可以试试看，可以了，就是满满的票，你的票就这样子秒杀了。Yeah!十分钟秒杀，不愧是妻儿。十分钟秒杀，家庭生会去，有热情去，有七七去，都去，有肉肉去，有雷柏林去，去梅家去，雷柏林去。哎，好可爱呀！我有蝴蝶结，柏林。我以为你头发这么，我以为你头发这么长哎。头发那么长是不是？哎呀，我的头发！啊，可爱呢！哎呦，我的头发！三角月，我疯狂的发型。然后，那个我去领我的毕业证。你要去领？你要去高雄吗？我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那个我妈妈上来，她要领毕业证。啊啊！然后现在赶回高雄也太疯狂了。好可爱呀！真的好 AKB 啊！他在我耳边大叫吗？哇哇！然后你要戴这个 ，Oh my god！ 再给他一个戴子。好不配。你是做过的吗？我林家，快点截图 tag 刘小晴，tag 刘小晴的发饰，刘小晴的护腕，可以加方的。我也把头发柏林。这样有那个乐乐感吗？谢谢小爱亲子馆。我觉得这样害怕。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害怕？我觉得我今天好白哦。啊，对不起，他很多。细软。昨天刚洗。细软头发。我用林杰新家的洗发精，这么想要出门。难怪为什么神卖我？
你知道原因了，卡丘终于知道原因了。你要心智怪截图，好啦。很少，我出门不会，直播会。你会绑那种？那很多有的没的呢。对啊。偶尔。你不要动好吧？有吗？刚刚那个，我现在讲话都要动一下。一定要看着别人的脸。对。是一种礼貌，一种生活态度。耶、yeah. ！一种态度。我刚被他吓到。一种态度，截图截到闪退，是这样。你手机不喜欢我是不是？有办法把波乐变乐乐吗？我觉得害怕。什么是波乐变乐乐？就是多一条这样子，然后变乐乐。多一条，把波乐多一条。波乐多一条，然后就变乐乐。什么完美一家？不是边缘人的一家，用黄圈圈圈出自己。天天天天 boy， 这样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我在哪里？是吧？波乐多一条就变乐乐了，太棒了！按到重新开启，我也是截图都会按到关掉哎、欸。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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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今天真的好白哦，怎么会这样、啊？小晴竟然就直接曝光。啊？什么东西？我说你太白了。对啊，我已经很白了今天。清楚看到我啊！用红圈圈圈住自己，在团体中自带一个红圈圈，太棒了！不会讲出来哦，多一条点母汤没有好吗？巴乐都叫我国怒，一家你教育他一下。第一点，第一点，国术不是滴滴。第二点，国术叫国术。我没有开灯，跟你们说，因为没有灯，我没有开灯。哎，这是天花板的光，天花板光。刚刚只是看到你，因为心中一直有你。哎，我要讲这句话。没关系。不用很清楚看到你，因为心中一直有你。黑色占了一半，好像又有道理啦。看这好可爱，现在不可爱是吗 ？Miso 啊，国术没有转推，但是国术也没有滴滴，国术只是看到喜欢的就推，没有滴滴好吗？谢谢干旱的掌声鼓励，爸啦，嘟嘟，好可爱哦！不要车了，转过来好不好？转过来还有尴尬一下，可是好不明显。出镜，出镜，出哦，出镜，我出镜了。看护照吗？哎呀，差点没有看到那个在哪里？在哪里？在这边。看我们的蝴蝶结，快点截图，然后 tag 可哈鲁的蝴蝶结。天啊，这附近。你根本就进不来，我是超级的。好，拜拜。配个口号，刚好都是同一边。对。嗨，柏林。嗨，我是因为一家家选八号才。金姐到啥？什么东西？谢谢林果果的新之冠。谢谢。加拖拉机，柏林吗？爸爸，你要走了，什么东西？现在选包，一家选包，什么选包号？结什么意思？可哈鲁的蝴蝶结。欢迎侧脸好，我的侧脸是帐篷刘海，谢谢。伯伯姐的萌音，伯伯姐不见。大家听我的萌音吗？你们要听我的萌音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ce， Yeah， you can call me Alice。一家要哦，夏日我选八，嗯，好，我选八号，我选八号，我差点是哪台？正面也是好吗？正面也是。欢迎大家征推柏林国术，国术，欢迎大家征推柏林，还有我，欢迎大家征推柏林，欢迎国术征推我哦。因为大家已经推我了，只要国术还没。因为不对，今天比较不帐篷，今天还不错。但我今天是很白耶，
恭喜。对啊，我以后都在这里直播。因为这里不是白墙啊。你家也不是白墙。这样我们家直播是很黄。超黄。灯吧，你家灯是黄的。对，我们家灯是黄的。超白。上课老师有讲。内吗？内。内看看。很内的内。内一波。香菇头吗？苹果头。哦，是苹果，不是香菇。林杰说，林杰说我那时候超短发，说很像苹果。对啊，你像好长。对，你在，我以为你是觉得那个苹果很好笑。没有，让你尴尬，现在让你尴尬。为什么苹果头很可爱啊？对啊，对啊。我是无言。我找到了苹果头照片。苹果头照片，今天都不一家，是不是很可爱？很早。没有看见。果树，你需要一种看一下直播的感觉，看一下直播是什么感觉？这种感觉吗？直接甩起来了，直接看音乐机看起来。像国内啊。你好，日本人。红包。要几只？很难，我就很难。鞋子一定有推吧？今天一家比平常更。谢谢小晴的蝴蝶结的加成，加成的可爱。不一家。那个“咦”的梗也好久了，可是搞不好咦，搞不好全部咦，他发出来好像看到脏东西的声音。这样不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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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那好久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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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咦，真可爱对吧？哈哈，我帮你弄那边。配黄就是鸡肉饭，小心淋上蛋黄配饭，没有是那个腌萝卜。谢谢缓缓的枫叶，旁边在烫头发。谢谢 Miso Love You， 旁边在等着用更可爱的形式向你们见面。Hello 安娜，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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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后面不用，超随便。快乐。国树有主题曲吗？大家有没有主题曲？目前只有天天有主题曲。这什么爽朗的笑声？好偏啊！好像你要挂耳。我就突然变短。很可爱。对，因为它往内啊。对，后面没有用。好像只固定的生日快乐。对啊。咦。然后上传 IG。呜呼。正哦。地震哦！地震的震，刚自己吐到自己，真的被偷拍。天天大家天天有经常有，谢谢龙骑士的看好你哦！给掌声鼓励一个玫瑰。晚上好，龙骑士。粉帽分享。可爱家人 ，Hello， 激动量。再讲。你随便，我来帮你。不是。不是。你先。柏林都自己，然后自己 diss 自己，傻眼。谢谢季风亮的海鸥，跟 Viso 的 Love You。好好，我也想短。你也想啥？我也很喜欢短头发。哦，对，清爽。这种长度最好。嗯，可以放，可放可卷。谢谢浪里的花草的小鹿玫瑰。妙丽波波头。妙丽波波是什么呢？妙丽是大卷吗？到他大波浪卷，大波浪卷，希望不要变泡面。你要大波浪？没有，看一下就可以。泡面，我之前做过一个泡面刘海头。泡面刘海头的，就是 QQ 那种。哦，就是那种超级古老的那种刘海。对啊，超级古老刘海。谢谢你挥手的守护玫瑰跟性格的 Love You。看到之前的照片，以前的照片，我要看你以前的照片。我也有你以前的照片了。我是不是最早跟你拍照的人了？对，就是你。这是我的荣幸，谢谢。好卷哦！下一把叫舒服，好像是吧？好像是吧？应该想换刘海，没有，我觉得这个刘海蛮好的，蛮好的，蛮好的。谢谢小爱送了很多蜡烛一家，谢谢。谢谢你的蜡笔一家，里面太多，不两面呢、啊？是下一半吗？下一半？哎、欸，真心不确定、欸，哎，应该是下一半，应该下一半啊，对吧、啊？现在打，等下打杂的是怎样？打杂突然变得很凶残哎、欸，打杂的这样突然变得好凶残，
谢谢你的 love you， 我的朋友，对，我的朋友最早跟他跟我的朋友拍照。对啊，现在倒数多少？193是吧？193天，超快耶，过完暑假就60天又不见了，很恐怖哦，恐怖恐怖。嗯，对啊，真的是卷发，再一年啊，再一年。没有，是因为这个滤镜比较丑。再一年就上大学，对吧？我现在是高二升高三，然后我带了很多书来台北，而且我昨天。我昨天第一次，昨天第一次去了星巴克读书，然后就被我姐呛说土豪哦。我第一次，让我体验一下在星巴克读书的感觉好吗？我第一次去了星巴克读书哎，第一次体验，怎么姐来的好厉害？体验星巴克读书法，而且。因为七月一号不是不能有吸管嘛，然后我看到星巴克还在提供吸管，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结果打开发现是纸吸管，超酷纸吸管欸。但我没有拍影片，不用期待，没有拍影片。我有看是土豪，不是土豪。一家在台北是不是都吃？没有啊，台北都吃全家啦 ，seven 啊。麦当劳之类的，哦，福朋达，之前还喝一杯100，我没有喝，什么？我喝一杯100的草莓牛奶，我没有喝。二级台北的话，读得下去啊，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就可以读下去。如果有人在旁边的话，就会很想跟他聊天。我不是土豪，而且我在家里的话是惨雕啊。餐雕啊，不起不太没有伤害。对，大家好，我是餐雕啊。也、欸、没有，没有。你要等他，是没喝到。对啊，我没有喝啊。对，没有喝。我们都觉得一家说，为什么会觉得我是土豪？我是土豪的话，我就每次来台北都搭高铁了。跟你们讲，如果是土豪，当然搭高铁啊。搭直升机。对，我就搭直升机来台北。就不会去搭客运。你在宿舍顶楼。宿舍顶楼。哦，我来了。我来了，开门一下。可以帮我去顶楼见一下我吗？什么一眼望去对我？然后我是残家。放后面。对啊，我是残家。他也吃饭，一直想到麦当劳，就是比较便宜的。顶叉峰，顶叉峰我也只吃过那一次，哎，只吃过一次。我那有吃很贵的东西。不是啊，我吃很贵的东西。左边的。我很常碰我吃很贵的东西啊，没有啊，没有啊。那个，大爷，你们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你们是真的觉得我是嘉义残雕啊？是不是？巧克力小笼包啊，我就吃那么一次哦。就可以了。你看你拍我脸好肥哦。还用瘦脸这样？其实纪国王一家的头很的脸小。对呀、啊，这样子脸就变很小了。谢谢小晴，还没吃过顶叉峰，来台北就是要吃一次顶叉峰。没吃过顶叉峰，我也没吃过。多少？哎、欸，有啦。哎、欸，我是不是带回宿舍？哦，有吧。你带我宿舍？耶！我带。教我。耶！你不是宿舍的人。我是宿舍。我带妈妈带了一盒，让我带回宿舍。这时候念念自己去台北。穷到只吃鸡肉饭，一碗30块，还没吃过顶叉峰，哎、欸，就吃一次嘛，吃一次不行嘛？误会不是一天两天很长，反正我小甜甜，我没有很长跑，我吃很快的东西。你们到底误会了什么？耶、不知道被边缘了没有啊？没有。小笼包不是？哎、欸，我真的没有。哦，是不是9点？9点他的对决就会自己打开，太诡异了。就是关掉是吗？我根本关掉哦。我以为他不是可以。对啊，他大家我跟你保证，他开台的时候真的有关掉。对啊，他是9点自己打开，太好笑了。加麦皮鞋那一带就是一个大地主的，加麦皮鞋那附近全部是不是全部都是他家的？没有边缘，还有人转。对，谢谢你找我推荐，谢谢性格的好多好多枫叶，谢谢。是这样哦，9点一定会有一场。哦，是9点就会有一场，淡季点怪好的，
西门小笼包，找小晴去吃西门小笼包。同学看哪首？很好吃的，很好吃。好，我们去吃西门小笼包。谢谢 Miso 博士 Lolo 哥的 Love You 跟 Ben 的海鸥，谢谢。谢谢。啊，我知道，我知道，我不喜欢被叫什么，我不想要被叫土豪，就叫你是叫传教。哎，不是啦，不是啦。谢谢 Miso 的烧鸟串。梁山伯在西门，梁山伯，因为像土豪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东西，名不名不，哎，好可爱哦！你要不要进来？名不符实是这样讲吗？可是像女生啊，不是吗？不是，像手要一起进来。女神似花就是跟我是相符的，可是土豪就真的不是事实。对，我们不要随便叫一个不是事实的东西，对吧？可是像什么女神啊，四花就很符合事实啊，对吧？谢谢 Miso 博士乐乐课的烧鸟串，谢谢。谁不想当土豪？那叫你土豪好了，卡丘。谢谢彼岸送我去纽约，你送我去纽约，谢谢。纽约，带我飞。Hi New York，Hello New York 的朋友，New York 的朋友，直接来送手。I'm so happy to see you. See you guys.New York 的朋友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for it? Make some noise! 谢谢 Miso， 我是乐乐课的烧鸟串，谢谢你的烧鸟串。哦、oh, ，Hi 小晴 ，Hi，Are you ready? No。有小晴，不知道。他好可爱，我要去说。你去看他，你去看他，我想看一下他。刚刚说一家跟你说 Hi， 我是一家的朋友，你加油。啊，还在跟云圈。哦，云雀现在在开是不是？还在跟人决战？什么枪？我怎样？什么枪？怎么去看他？你就先点开我，然后再看他吧，是吧？是谢谢 Miso 的烧鸟串，你先看我吗？这个不是，你直接看我好了。好。韩寒加油！韩寒跟谁对？什么？谢谢打杂的蓝色应援包。枪，枪到收成枪。谢谢打杂的蓝色应援棒。晴儿，他叫晴儿。哎、欸，你也是晴儿，大家都是晴儿。他在唱歌。刘小婷，哎，他走了，他去看我对手。刘小婷，欢迎。你好，唱歌好好听。晚安，又音。谢谢打杂的蓝色应援棒。一下不能输，快唱歌！呜，唱什么歌？唱什么歌？谢谢 Miso 的烧鸟串，谢谢，谢谢 Miso。他说他在唱歌，没办法帮。啊！感谢小晴交换，唱随便随便啊，蔡雅马逊。他在换蔡马逊去了。哦，唱马旭旭，随便啦，随便啦。Hello， 天天。快点。欢迎主播。欢迎主播。我跟他咋讲？晚上好呀。好，谢谢。耶、yeah, ，随便啦，随便啦。等一下，不然去看可以啊。米索应该也是要去看杰星，对吧？我们在 Q， 加油！我说加油，感叹号，加油，加油，加油！晨晨，Hello， 安娜，谢谢小晴，谢谢，谢谢小晴的加油，好可爱哦、对啊。他好像我一个朋友，啊，我也，你觉得我也觉得很像那位朋友，就是那位跟我很好的那位，很像哎、欸，真的很像哎、欸。他唱歌也挺，可是他唱歌比较厉害。我那位朋友他唱歌很甜，真的很像哎、欸，对吧？有，因为脸很小，眼睛很大。你知道我说哪一位朋友吗？你知道我说哪一位朋友吗？哪什么？脸很小，眼睛很大的朋友。嗯，朋友啊。这里很多，后面都接接心。唱歌，你在唱歌啊？谢谢安娜的 Kiss 啾啾，唱什么歌？
一起来唱歌。你想宁静的夏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你失败了，什么青儿？青儿，我要关掉了青儿。青儿，谢谢青儿愿意当我的对手，谢谢可敬的青儿。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看着珍珠的脸。这是更宁静的夏天，你来到凌晨的那一天。大家好，我的鼻子跟50块的硬币的对比。治疗也睡了哦，残雕啊，随时都可以拿出50块，抽上前一点就50块，不是好吗？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呀。你看到那个Rating，那个特效压到猫咪的头。宁静的夏天，一二三，治疗也睡了，安静的睡了。没有，为什么没有来？他没电。没有啊，你们都被骗了。我们在讲 IG， 耶、你们这群生气，瑞婷来就留言的家伙，被骗了吧？想不到吧？我是小晴，你好，小晴。我是 Alice， 我最喜欢瑞婷。哎、欸，我呢？我也最喜欢一家人。谢谢朋友，谢谢你朋友唱歌。我没有欺骗粉丝，我没有说瑞婷。关于暖我的天，知道。关于我全都想。讨厌香菜的味觉。什么？哪里？讨厌香菜的味觉。不知道。啊。My darling, be my baby, lady love. Oh, come on, you know what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嘟嘟嘟嘟，真的有 you 没有？你看不到哎。嘟嘟，你喜欢红茶的温和胜过咖啡？不是这样。你喜欢红茶的温和胜过咖啡？怎么唱？歌舞怎么唱？去开原唱啊！想过咖啡，安娜要推我了吗？把挡住眼睛的刘海稍许剪了一点。你喜欢瑜伽运动，让你快乐。关于你，快点。怎么放？讨厌恐怖的电影，讨厌香菜的。好难哦，我嘴唱副歌。你沉迷无法自拔，神经质的倔强，也许是天生好强。嘟嘟嘟嘟嘟嘟，伴随着一你会唱吗？伴随着一年光阴都在身边，连素颜的模样都记在心间。一言一语，一言一语，一点一滴，一点一滴，都让没有都让我对你如此的着迷。卡，弹，等等，关于你我都想知道，想全都明了，哪怕只是一个你的笑，第一天就被你锁定，我无法安静。哪里？只想往你身边靠近。关于你，我都想知道，比谁都明了。习惯在你的世界不停绕。我想在今天努怎么说？我想在今天努力，鼓起勇气，亲口对你说出我爱你，我爱你。谢谢。谢谢手指部啊，好胖，放你在前面，白黑，那是刘小晴，是很白的小晴，这首歌很好听哎，
关于你我都想知道，情都想想搞，情都要想搞，只要我不知道的都想要。我生日十月十八号。无论是大小事，说是幸福的也好，偶尔的伤心难过也好，嗯，快点。这就是爱情的所谓，从开头到尾，变得想要了解你的美。不知道怎么唱，我也不知道怎么唱。怎么这样？哦，怀怀收到，哎，怀怀收到了。那谢谢怀怀，谢谢怀怀，好啊。你会唱 Love Trip 吗？I wanna go love trip， 这可以合音。我们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唱高音。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Anna，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难听啊！笑死！再来。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Anna,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难听啊！砸掉了。To you. 那我 to you, to you. 好难听哦，再次。你可以不要重头。Happy birthday dear Anna,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难听啊！没有合到，也没有合到。To you,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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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you。有吗？有合到？没有。To you， 没有了，没有。To you, to you， 啊，你唱高好了。To you, to you， 好。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像有一点，随便。对，满月啊，我们线上知道。今天是七夕，大家七夕快乐！七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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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七夕，汽水，七夕，牛郎与织女，七夕。七七日，七喜好喝，七喜，七喜，七喜，对，七喜，七喜，七喜是汽水，七喜。那唱其他可以喝的啊。When Christmas comes to town， 快点唱这首。熟悉的街，熟悉的，哎，那街道现在在哪里？在哪里？好的，无限循环。是否如你在等着我，等着我，等着我？记忆中那片空地，那片山丘，这山丘，他们都一点点在我眼中悄然消失，悄然消失，悄然消失。今天的我不知不觉慢慢长大。You grow up。那段过去。那些记忆带给你和我的，是过去还是未来 ？I wanna go love trip， yes， 让时间给你答案。Love trip， 回归了吗？一直都回归了吗？一直都深藏在我心中的一段美好时光。I was there, love trip， 想知道你在哪里。Love trip， 见面好吗？谢谢小爱的播，背熟一点好吗？我们在看歌词，还没有唱错。要打杂的蓝色音乐吗？一直都。不是啊，对你说，我要把一直很想念的话题都对你说，就算有些故事，有些经历，在好像在某一天会被代替。哎，我没有看过 solo 的歌词。solo partner。啊，你们不懂的。哎，别那么严格，不要这么严格。好，严格一点。怎么唱？微笑的侧脸。对不起。好。
舍不得告别，树叶开始要变鲜艳，就要告别冬眠。樱花等待着蜕变，降临在这个世界。好难哦！等待相逢的那一天，是浪漫的画面。希望会不断蔓延，正在绽放着惊艳。奔向远方的路会遇见孤独，所有经历的一切都变成了眼泪的沉淀。噔噔噔噔，让回忆变成最美好的想念，在未知明天，我们依然一起向前。当就算再遥远，当就算是冒险，抬头能看见我们之间繁星点点，正在奔跑在操场上，不停的闪眼线。对不起，对不起，把所有时光都写成美丽的诗篇。My friend, oh my friend, oh。波乐刚有耶一下，我的朋友。比较喜欢哪？我喜欢朱琳。朱琳，对。My friend， 好了，嗯，还有什么？闪亮的星啊！我追踪他的 IG， 他还跟我打招呼，是假的，超厉害的，太好玩，他好有礼貌。为什么没有跟我打招呼？可是听你们学姐助理你好，你好，我是 TTP 的网友。哦，因为你有跟他说你好，没有啊？他跟你说，你好，好好，羡慕羡慕。唱那个啊 ，One Two Three Four。嗯 ，I want to。一加二帕是哪一个帕？夏日之眼不就有他？夏日之眼。一加二帕是什么帕？用尽所有的言语都难以表达，因为你让幸运都闪亮。I want to。伯乐要和，伯乐要和。用尽所有的言语都难以表达。因为你让幸运都闪亮，我好像有点跑掉。让幸运都闪亮，可能是我们没有，我觉得有合到。让幸运都闪亮，因为小晴什么意思？所以一家现在是模仿小晴遇到的国外什么？六小晴，小晴遇到的啊什么东西？DC 没有、啊 DJ、我也有被追踪，对、啊、我真的没有打招呼，没有啦，开玩笑，应该是我跟他们打招呼。 Hello 你好 My friend Thank you friend Thank you、嗯、为什么我的网络跑 My friend 你是我手机问题，你是我的 friend， 我刚刚在我们啊拥挤啊，我是我的 part 是什么？可是我都有唱过，好像蛮多趴。最近一次的，最近一次，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尾牙呢？尾牙好久了，我很久没有有团长转，团长转在哪里？四号位。啊，我讲错了，四号位，谁知道四号位是哪里？对呀。用鼻孔看，不然不要鼻孔看你啊。哦，对好，我是前面。想到你的，哦，原本是五号位。想到你的脸庞和你说过的话，就足够让我的信念爱发芽。用尽所有的言语都难以表达，因为你让幸运都闪亮。I want you, I want you, I need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掩饰不住，我在想第一段还是第一段，第一段跟第二段。掩饰不住爱你，将骄傲的甜蜜围绕你我身旁，无尽旋转爱的火花，转转转，幸福的暖阳。然后，他们今天到什么？在干嘛？你在干嘛？爱达嘎达 ，yes。好想你，好想你。他们、欸、大家有听过长版的《爱达嘎达》？粉丝的大家没有跟你们说，我们有《爱达嘎达》公开表演，只有在
夏日而已。爱达嘎达，对啊，有啊，没有啊？爱达嘎达。826旅展。826旅展。八二六没有爱达嘎达。有啦，第一首，第一首他们真是谁？哦，他们唱长版还是短版？大家还记得吗？短版，短的，短版。现在打杂的海鸥，然后就没有唱过了。那我不能唱。都关你对啊，好久哦。那我不能唱，要让你们不能唱。拥有那个期待的感觉，可是他们哦 ，Cool Japan 有唱，对哈、哦、，Cool Japan 有唱，可是 Cool Japan 是短版，好像没有唱过长版。Cool Japan 车祸的厉害，也没有唱过长版。实际上的车祸不是走音，你就撞到，没错，撞到。对不起，都是我，对不起 ，I'm sorry。什么东西？笑死！嗯，臭，哒啦啦啦啦，那怎么那么？短了，长板好像也是，什么时候啊？没有吗？长板的826吧，826不是长板，不是说短，嗯，挂耳比较好看，短，挂耳比较好看，长，来的 sunshine， 挂耳比较好看，什么挂耳？挂耳那个那边，哦这边，哎、欸，你要把对那个短的要留下来，那一条。然后其他挂了，这样子。嗨，都没什么对字哦。爱哒嘎哒，爱哒嘎哒，爱哒嘎哒 ，yes， 好像没有那么低。爱哒嘎哒，爱哒嘎哒，爱哒嘎哒 ，yes， 好想你。这首歌，大家，我跟你说，这首歌真的很高，其实对，好难唱的。yes 的时候有可能会 yes 破掉。爱哒嘎哒，练习的时候。爱的歌，而且因为一直跳来跳去，到最后你会觉得就是跳到最后最后一次的爱的歌的时候会有点吵。我会爱的歌，爱的歌，爱的歌 ，yes。还有那个我觉得好想你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拉很长，好想你，他拉很长，然后有时候气不够。当当当当当当，卯足全力踩着脚踏车，奋力的。电视机是电视机，不管多曲折，颠簸起上，斜坡不管多曲折，颠簸起上，斜坡不管多曲折。菠萝唱起来很吃力，请问菠萝适合哪一首歌？你喜欢哪一首？好多，嗯，他得长出来。反正那就很辛苦。嗯，哎耶！这是张学友的《蓝色樱花瓣》，跟茄子的 Kiss 啾啾。我觉得这比较长。嗯，那首是爱大哥的太嗨了。那首是难背。对，他的歌词很 rap， 很样就是其他三个键。我记得那时候背的很辛苦，因为我觉得好强，而且很就是马上就要，而且你知道很快。你说什么？就是到8月26很快就要。哦，对啊。而且我还有时间很，我还很认真的去背樱花瓣的歌词。你就每天，而且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宿舍，我们就是住在旅馆嘛，饭店。然后我们就每天晚上待在那边一直背歌词，然后一直练，一直练，超恐怖。真是怀念。茄子，敲各自的未来起航。谢谢贝纳少鸟串。队长，队长来了 ，Hello！ 你好，好久不见，早天来约啊！伸开用力牵着彼此的手，我就像希望的钟声，不知回荡在空中，在我不再害怕花一夜的尽头，哦，夜的尽头，勇敢追求。欸，我记得那个时候一直，我刚刚那个背樱花瓣歌词的时候，我有一个地方我一直卡，就是勇敢追求，对吧？忘记了。然后对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讲错另外一个词，好像是勇敢。金武城哦。勇敢之舟还是哪个？勇敢之舟。勇敢。我也记得你有一个地方一直卡。对，我跟你说那时候。勇敢追求的吧？那些小什么来着？忘记了。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很集训的感觉，第一次感觉到集训。对，勇敢。那时候只有一个礼拜了，四没有四五天四五天一个礼拜不到四天吧，嗯，大概四天。
就是真的很集训欸，很厉害那个时候。勇敢之中，对，虽然那个表演没有真的没有现在那么好，当然我们一直在进步，但是就是大家都很用心。对，毕竟那时候快两个月、三个月没见。对啊，对啊，好难过，而且很紧张。对，没有密信，不行的话就不让我们上台。对吗？有你那时候有说没听过？哎、欸，啊，我们差不多念排名，借我一台，可谢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哪里闪票也很紧张。我们是有没有兴趣吃这个吗？可以啊，你想吃哦，可以啊。噔噔噔噔噔噔，而且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练过樱花瓣，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看到跳樱花瓣，我超兴奋的，就是练新歌，就是超级兴奋，嗯，就是完全没有看过。练新歌就是会很兴奋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超兴奋。谢谢刘小晴 ，Hello 刘小晴 ，OK， 还有念排名好 ，Hello 十，哎，刚好，谢谢第十五名的刘小晴肌肉饭，谢谢小晴肌肉饭，从十五开始念，对啊，嗯，很开心。谢谢十四名的浪里的挥手肌肉饭，谢谢浪里的挥手。我觉得我跟柏林就站两个位置，所以你从十七名开始念好了。好啊，第十七名是老莎莎肌肉饭，谢谢老莎莎，谢谢老莎莎。老莎好像真的有一点点。第十六名是萱萱肌肉饭，谢谢萱萱肌肉，哇，大家都叠字。第十五名是晴晴肌肉，谢谢晴晴，谢谢晴晴。第十四名是浪里的挥手肌肉饭，谢谢浪里的挥手肌肉饭，谢谢。第十三名是低调的小爱肌肉饭，谢谢低调的小爱肌肉饭，第十二名是生日的安娜膝盖吧肌肉饭 ，Happy birthday to you。不知道。谢谢。第十一名是阿巴教徒米粉苏志军肌肉饭，谢谢。太快了吧！阿巴教徒米粉苏志军肌肉饭，谢谢。第十名是半乌米神推肌肉饭，谢谢半的蓝山拥抱，谢谢半乌米神推肌肉饭。米索第米索啊，啊，对不起，十吧，十第九名是米索不是乐乐科肌肉饭。谢谢，看不到，好，我想看。好，谢谢米手不是乐乐哥肌肉棒，呜。然后第八名是玲玲肌肉棒，玲玲，谢谢玲玲肌肉棒，玲玲肌肉棒觉得怎么样？很开心，谢谢我的台上，谢谢今天邀请到玲玲，很开心。第七名是打杂的肌肉棒，谢谢勇哥，呜。第六名是。七七韩粉 Jack 肌肉饭，谢谢 Jack 肌肉饭。在笑什么？第五名是两光肌肉饭，谢谢两光肌肉饭，第四名是小雨肌肉饭，谢谢小雨肌肉饭。第三名是彼岸激波版是六。谢谢七波版四六七六饭，七波版四六七六饭，谢谢彼岸。第二名是怀怀七六饭，谢谢怀怀七六饭。第一名是新格七六饭，新姐，谢谢新格七六饭。怀怀说他是教徒，耶，怀怀教徒七六饭。咪手手，你要不叫咪手手？是小晴，接下来的直播时间，我要正在正在的，不知不觉就来到这个时间了呢。快点告诉我还有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大家好，这是 Norway Man， 这是反的吗 ？Norway Ma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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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way Man， No， 这样是正的吧？这是接下来新的直播时间，下次直播时间是星期四，
7月14号星期四的12点哦。我下次的直播时间也是7月11号的晚上7点半。我要看妹妹的歌时，今天是 SH 猫子里。对。究竟我要全世界每个人都说少读七块星星吧 ？Why oh why？ 就是究竟为何七星吧 ？Why oh why？ 因为有我有趣而一张牙舞爪一度摇晃，奇怪的却让我这边真的更加坚强，眼神更加滚烫。因为你无关，才能淡定的如轻松。Oh why？ 好厉害 ！Why？真的很难的，好奇的解药不客气，真的这样吗？谁也投降，或者放弃的梦想 ？No way man， hey， No way man， 到底怎么会 ？No way man， woo， No way man， 明明不算特别 ，No way man， hey， No way man， 嘿嘿嘿嘿嘿，不想用没办法敷衍，渴望已久的情节，但他们心软。香港人表示太紧，你就是我的微信呀。三个人表示太紧切了，每个字，每个字太紧凑，紧凑，唱的很紧，对，微信呀，我会把，我会舌头，我会舌头黏住。一家越来越可爱，因为你心中有我。嘿嘿嘿，不行，单纯的黑暗掩盖光芒，我就是我唯一的闪耀。各位评价不必提证据，不怕以为我自己孤掌。Come on。根本没有看我，这是抓住一切，拼命追，拼命追 ，Oh yeah， 拼命追 ，Baby， 哦哦哦 ，Baby， 放着又怎么练习，毫不在意，继续专心用劲向前闯。世上总是美丽苦涩无甜蜜滋味，只有等我们亲自去尝 ，OK。哎，我们在冰店拍了帝国亭跟帝国亭。哦哦哦哦哦 ，baby， 哦哦哦哦 ，baby，no no way man，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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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 man，no no way man，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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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 man，no no way man，no no no way man，no no no way man，no no way man，no no way man，no no no way man，no way man。谢谢。哇。我还有歌。最后一句是什么？也太没想到就那样成真啦，好难念，好难，这样成真啦，好难哦，好难哦。当回忆，哦，我们没有唱 Love Tree 对不对？对。当时间，哎，有啊，我们有有有。有你们偷练多久？我们没有没有练，我们刚刚所以才弄我刚刚第一次，我刚刚第一次真的很认真的念这个歌词，因为我一直都觉得 No Way Man 的歌词它很就跟樱花比樱花棒还难念，对，南北，对他们很厉害，可是我可能是我的障碍，懂吗？嗯，我不知道，我有障碍，我每次你又更辛苦，我每次都觉得很障碍。什么时候表演？请。看官方网站哦，什么东西都练起来了没有？没有，没有都练起来，没有，没有都练起来，好厉害，我觉得。快点，我喜欢关于你，还有什么？他们有出什么歌嘞？初日啊，初日，还有没了 ？I want you， 对，刚刚念的。比樱花瓣还快，对啊，比樱花瓣还要快，而且字很难念。对我来说字有点难念。有些 ，no no no man， 已经买好票了。好的，好的，谢谢咪手手的支持。为什么没有歌词？没有歌词吗？有哎有哎，我一看，把好了 pose 在你在魔法点亮的舞台，空气中充满了欢呼声，一双双热烈挥动的双手。严格的训练我已经到了，不甘心输的我绝不低头，等待是漫长的，而机会女神今晚降临的。就我一个人，不行，就我一个人，我不站不稳，回宿舍的孤单，回宿舍的孤单，路上狂抹眼泪，抓不到自己，长长的风干。膨胀自信碎了一地，谁谁都能赢过我。紧张的对手，闪呀闪闪着那种光。
梦想中藏在汗水之中，它是一朵慢慢盛开，它是一朵慢慢盛开，它是一朵慢慢盛开，美丽花朵，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轻易背叛你。梦想就藏在汗水之中，就如一直向上暖压厨师蓄势待发，就如一只小小嫩芽，蓄势待发，蓄势待发，就专注等待着，等待着花开那一刻。谢谢，要打杂来再演吧。累死砸我，累极。传给我了一个影片。哒哒哒哒哒哒，看到。梦想就藏在汗水之中。我觉得我唱得好奇怪，等一下。有点假，为什么会假？今天梦想就藏在汗水之中，它是一朵慢慢盛开美丽花朵，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轻易背叛你。梦想就藏在汗水之中，就如一只小小嫩芽，蓄势待发。对吧？对，蓄势待发，就专注等待着，等待着花开那一刻。捷运站有一个广告是花开好了，然后每次走过去都要跟云姐说花开好了。大家有看到那个捷运站的花开好了的广告吗？谢谢愚者的蓝色应援棒，一家别闹，哪有闹？一家居然还在，不想我在是不是？白表。谢谢愚者。干什么？断了麦了吧 ？SH 结束。结束。对吗？对。还有吗？还有吗？大家？你有吗？有啊，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当风吹过这一片绿草地，你会知道我爱你。安静隐形，无语高发声，在宇宙中我的桥花，漫长的路上遇见花的缘分，也是种普通简单的快乐。乐，这美好的世界，我总是相信着，每一天每件事都有意义。更感谢更用心更努力的面对着我的心，希望保持傻傻的天真。真这一刻忽然发现了自己有一种专属我的奇迹，就是命运阵阵缓缓的风守护着我不停息，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当风吹过这一片绿草地，你会知道我爱你。我们宿舍有挖镜啊？发发送我的。今天变得怕淹水，是不是？怕淹水。淹水的时候就给带。不是一定要带吗？带着挖去那个不是一定没规定吧？真的、哦？有啦，只有泳帽，泳帽一定要带吗？我没有泳帽。可是那你还是不能下水啊，没有帽就不能下水。挖进不抢过吧。大家拜拜。也拜拜。拜拜。拜拜。有练有差什么意思？他说我之前都没练。啊你没有练的。我有练。你说我真的没练。谁说的，一家好一认真，我们跟张法法一起练习，陪张法法练习。陪张法法练习。看一下，而且拜了粮草耶稣，大家爸爸，我们来玩玩时间，下拜就拜拜。请关注 TTP Festival， 请关注我们二单的更多讯息哟。详情请见官方网站，官方网站网址 Facebook， 这搜寻 TTP Festival 官方网站就可以了。最后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P， 我是来自嘉义的王一佳，我是来自小晴的香草，我是来自香港的刘小晴，我是来自荷兰的柏林，我是来自柏林的柏林，谢谢大家晚安。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礼拜这礼拜四的晚上七点半。哇，刘小晴是这礼拜四的收看十二点，
拜拜。柏林呢？柏林礼拜四的晚上8点。你们上，我们上都是礼拜四的撞了，没有，我在早上，我在早上战争。来，老张大舅拜拜拜，北漂舅拜拜拜，蜜手舅拜拜拜，全是小情的香港，北漂舅拜拜拜，国术舅拜拜拜，死扣头舅拜拜拜，阿吉拉舅拜拜拜，七十羊舅拜拜拜，北漂舅拜拜拜，现在打杂这些才有好闻的味道。好闻的味道，中格鸡肉饭拜拜，苹果鸡肉饭拜拜，芋头鸡肉饭拜拜，海底捞鸡肉饭拜拜，芋头鸡肉饭拜拜，星河鸡肉饭拜拜，安兔鸡肉饭拜拜，中红鸡肉饭拜拜，早早鸡肉饭拜拜，飞鸟鸡肉饭拜拜，早早沙鸡肉饭拜拜。你会知道我爱你。大马逊逊鸡肉饭拜拜，飞鸟鸡肉饭拜拜，白鸡肉饭拜拜，地鸡肉鸡肉饭拜拜。哇！Yes！Yes！Yes！ 哎，我手是不是变黑了？哎、欸，从女团，哇哇哇哇哇 ，yes， 哇哇哇哇 ，yes， 哦耶 ，yes， make some noise，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哇哦哦 ，and long long we do， 哇哦，哎，国树没跟我拜拜是不是？哦，有，可可爱家拜拜拜拜，国树。只愿在那眼睛只能够看见你，看见你。很可惜，你却对我不睬也不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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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理，哈哈哈哈！不理，不理，不理，你们两个，不理，不理，不理，大美哥，我拜小爱鸡肉饭，拜拜，小爱，不理，不理，拜拜，拜拜，好啦，我们54321，拜拜，来个 wink。咕哩咕哩，这哪有今天名字气质台？咕哩咕哩，哈哈哈哈哈！我想到，咕哩咕哩，咕哩咕哩，啊！大家5431拜拜，5431。